国语有声善书。南天虚元堂善书，荧惑，主祝仙佛为吕仙祖。影片后段有教大家如何消除宿世淫业的方法。吕仙祖仙翁降，盛世无今夜降祝荧惑。吕仙祖借淫文三，原有宁庄少妇，阔目征人，陌上三春，天涯万里，奈商人惜重利，毁夫婿惜封侯。日永如年，方借鸾分于境地，夜凉似冰，顿惊蒙废于帘前。笑射尾之狂且，会好乃云思我，皆于强之众子，多言曾不为人，方其厌故而喜心，也应敬作家机之恋，正恐云人而舍己，逃将复为李代之长。是意于是有打扮石灰的少妇，阔别思慕出征在外的夫君，一别就是好几年，总叹息商人重视财力，悔恨夫君总为了官位封侯而漠视佳期，度日如年，方知珍惜鸾凤难以合屋，情分永难厮守。尤其在寒冷如冰的夜晚，梦醒时分，窗前月加狗叫，凄凉寂寞的感觉。笑跋山涉水为情爱的疯狂，因极度思念的缘故，皆叹月鬼之浪荡子。后言不怕人知，至而喜新厌旧，把野女子当作佳期来爱恋，正怕舍己为人，李代桃僵而得不偿失。善正忏悔前迁，天赐临儿。山东省有一个人，姓贾名人，五十多岁，膝下无子，夫妻二人常到祝生娘娘庙里进香求子。有一天晚上，贾人梦见走到一座庙前，匾额上提着生育词，他一看，喜从心上来，立刻进内叩求娘娘赐他子嗣。娘娘命监察司拿出一本功果簿给他看，并告诉他道，你以前曾奸淫了一位良家妇女，上天罚你绝嗣，所以求子不应。贾人听后哀伤地恳求着说，弟子当时因为愚昧无知而铸下大错，祈求娘娘让我有赎罪的机会。娘娘对他说，你既然真心忏悔有志改过，那就必须劝化十个以上的人不犯邪淫，才可赎去你的罪过，如果能劝化更多的人，上天就可赐你厚福。贾人梦醒后立刻痛心悔改，从此例行劝世，感化了不少人，而且捐出钱财，多方奔跑，大量印刷戒淫书刊，到处送人劝善，难以计数，即使穷乡僻壤亦无处不流通。这件事上天知道后非常欣喜，就赐给他三个儿子，且都少年及第，功名显达。贾人亦增寿三纪，一纪十二年，享年九十多岁。他眼见满堂子孙富贵荣华，这都是因他能够虔诚忏悔，广诵善书的无量功德啊！如果他当初不知悔改，那么他的余生就很凄惨了。淫正，淫人妻女，妻被人淫。山东历城县地方有一个姓李的商人，以贩卖乌枣为生，经常往来邻镇做生意。有一次，他看见别人的妻子年轻美貌，就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用谎言煽动，将他诱骗回家。不料回到家中时，自己的妻子已经被人诱拐跑了。李某还自己引以为得义地说，幸好已带了这位少妇回家，不然的话我岂不已成了官夫。次日邻居告诉他妻子卷逃的日子，正好是他私诱别人妻子的那一天，试看天下竟有如此巧合的报应。事隔不久，谁知道这位少妇亦是水性杨花，不愿跟李某耕田做苦工，又另随一位少年私奔了。后来少妇的前夫一路追踪查访，终于找到了李某，并衙门控告李某拐骗妻子，但李某因少妇已逃，对方拿不到凭据，乃矢口否认。少妇的前夫无奈，后来听说附近关帝庙有鸡生孵鸾，十分灵验，就到庙中请示，圣帝降笔誓师道，鸳鸯梦好两欢愉，既否罗妇亦有夫，今日相逢须一笑，分明一样画葫芦。少妇的前夫看到诗文不做声色，立刻惭愧地离开了。旁边有位好管闲事的人说，这个人的太太亦是他诱拐别人的妻子得来的。淫正，寡妇奸情，神佛见明。
在台江狮头山名胜区曾发生这样一个故事。有一天，一位不肯说出姓名的年轻寡妇，在偷偷地与一位情人通奸后，要想结成连理，亦到一处庙堂去请求神明降笔指示。忽见鸾笔指示曰：今朝妖妇到来堂，此事如何敢说扬？廉耻不知真可惜，神仙笑断几条肠。寡妇一泼拭字，看了以后面红耳赤，无地自容的赶紧掩面离去。嬴政遗失廉耻，解夫染指。有一对夫妇因妻子生产，请他小姨子来助理家务。这位小姨子长得姿色撩人，所以他的姐夫一直妄想染指。过了几天，这位小姨子竟然与他姐夫苟合。经过一度云雨巫山之后，姐夫还送了一件金钗给他。可是不久，他将丧尽廉耻得来的金钗遗失了，寻找不到，便去鸾堂求神示机。神机示师曰：真可怜，来时可怜，小姨敢与姐夫奸，绫罗帐内行云雨，失落金钗在枕边。小姨子不识字，请人读给他听，鸾堂的人不肯，只说抄回去看就知道了。回去后，他就将诗文拿给他二叔公看，二叔公一看大骂道：你这无耻的贱婢，难道不怕人嘲笑骂后亦不肯告诉他？后来他回到家里，被他父亲打得遍体鳞伤，此后他很凄凉地过了一辈子。善政真父宝书，解可云天。以前有位结义妇人连氏，因丈夫不在家，小叔疾病垂危，躺在床上乏人照顾，要请医生出诊治病，医生却以山路狭窄，交通不便，不肯前住。这位做嫂嫂的不得已，只得亲扶小叔涉过溪河去求医，而救了小叔一命。事后，当地的人为了纪念连氏的义气，便在溪上建了一座桥，取名为宝书桥。有一天，当地新上任的林太守经过，见了宝书桥这个名字，就提了一首诗，故意嘲笑道：宝书为何不宝夫？一名虽有结名无，纵然西进长江水，难洗心头一点污。次日，连氏见桥头提了这首诗，极为气愤，于是亦提了一首诗回驳道：无故为何要宝夫？临危不救世间无，妾心清若长江水，可恨贪官把笔污。不久，林太守听到此事，知道自己不当，他不但称赞连氏是一位结义妇人，更是一位才女，即请连氏饮宴，为他洗清名节。这故事亦从此传为佳话。小编一定要说，素氏银叶加金氏银叶会让你这辈子工作不顺，找男女朋友不顺，婚姻感情不顺，身体尤其是泌尿与生殖系统不健康，甚至导致不孕或难以受孕、流产等现象，非常可怕。所以才有这么多人推广戒淫书籍，这是真实的且很可怕。网络上也很多测试不犯淫的改变。若有以上情况，或者自己明白淫业太重，恭喜你看到这部影片，因为武庙明正堂获得昊天谕旨，上天指派月老尊神下凡助做姻缘大灾问，同时降下注印此书的书里，其中一项凡注印达300本以上者，准消素是淫业，必以增添夫妻情缘，减少怨对戾气，相敬如宾，重燃往昔爱苗。没错，注印300本可以消素是淫业，非常殊胜。甚至其他书里还有针对离婚、濒临崩坏之姻缘、求善姻缘与求怀孕等皆有，以下小编全部列出来给大家看，望大家好好把握书里并推广这个，迎向美好人生。本堂主席观恩师登台，师曰：阐教文章整大千，有情感物远纠缠，姻缘困惑人间事，去职贪婪学圣贤。圣事上天慈悲恩眷，本堂年年颁赐著书鸾音，整度大千世界，人间是种种困扰纠缠本心，导致纷扰不断，何来空暇修持？但种种困扰若非修持，又如何获得解决方针？互为矛盾之心态，蹉跎了大好时光。尤其万恶淫为首，若非淫业纠缠，世人便更聪慧于修持。因为如此，上天颁赐著作姻缘大灾问，
希冀由月老铲破迷城，而令执着情爱欲海难以自拔之世人获得明灯照路，重迈康庄大道。是以班赐赏绿如后，凡注印世书达百本者，赐又增添智慧，看破感情迷雾，或以此功德消解部分宿世淫业，增添功名福运。凡注印达300本以上者，准消宿世淫业，必亦增添夫妻情缘，减少怨对戾气，相敬如宾，重燃往昔爱苗。凡注印达500本以上者，赐准消解二春因果公案，化解宿世淫业所造生之因果病，且利于因破碎边边缘者行持，必亦减轻内心压力及怨恨，并注意人身最正向之未来发展。凡注印达1000本以上者，化解宿世因果公案二春及未显之因果公案一春，必亦因缘破碎者重获自信及气引良缘，或庇佑恋情稳定发展，获得众人认许及祝福，或因宿世淫业显成造成之重大病厄，增添福寿达1%。凡注印达1000本以上者，准予消解已显未显之公案各3桩，必亦子星早日入命，引现善因缘，或注意增生彼此智慧，早日回归家庭，重获幸福，或增添福寿达10日，并可依其愿专案成书，依诚心照准。凡书成之后，致力宣讲戒淫因果，教化援引本书内容者，赐予贵人福运或增生外缘。这辈子常犯邪淫、手淫、各种淫、同性恋、淫欲重者，真心建议替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、无极正道院或昊天紫寿灵修院，让自己死后有机会不要到地狱去受苦，可以去灵修院修行，正果回天。补充一下，同性恋也是可以很有德性之人，这边只常犯手淫、一夜情、意淫的同性恋与异性恋者，不修行的人大多都会地狱受苦，这给自己一个回天的机会，毕竟邪淫不断如破掉的钢桶，功德永远一直在漏，注籍是给自己多个机会回天。每月注印戒淫书籍，明正堂戒淫对治路与八仙翁戒淫篇、虚元堂淫惑戒淫游记，任何戒淫善书注印虚元堂的生灵的悲戚，等同于放生功德，放生等于帮助动物家人不被拆离，可获幸福，请劝导周遭人吃全素，多行善，常念佛，要放生，真忏悔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，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2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，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予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孝劳注印1000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予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筑集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五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紫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筑集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99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正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
若此时您有生前住及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。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住籍往生弥勒净土。住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南无弥勒尊佛，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气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